大家好，我是 Tammy， 我是一位高级项目统筹，亦都是 Hong Kong IE Building Discipline 的 Graduate Member。咁其實我讀大學嘅時候咧，就係讀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， 亦即係建造工程及管理。咁我畢咗業之後咧，就加入咗一間承建商，就係進和建築工程。咁我而家咧就係喺迪士尼嘅擴建工程項目嗰度做緊啦，同一時間咧亦都係準備緊我嘅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嘅。咁其實我而家喺呢一個項目裏邊咧，都會做一啲統籌啦，以及項目管理嘅工作。咁去幫我哋嘅項目經理啦，以及我哋嘅 client 咧，去完成整個工程嘅。咁其實喺工程裏面咧，我哋主要係要去監察我哋成個過程嘅進度啦，我哋嘅質量啦，以及成本，確保咧係可以順利咁去完成整個工程。咁同一時間啦，我哋都協調好自己嘅團隊啦，以及協調好我哋同上家我哋嘅 client 嘅關係嘅。咁不論係一啲大型嘅基建項目啦，或者係一啲商業樓宇，甚至係住宅項目咧。一班建造工程師亦都會參與其中，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一班工程師咧，亦都喺大家嘅生活裏邊咧，亦都有所貢獻嘅。咁我最難忘嘅一個工程項目咧，就當然係我而家做緊嘅呢一單迪士尼嘅擴建工程啦。咁其實佢同一般嘅住宅啦，或者商業樓宇咧，都好唔同，佢冇乜重複性。咁其實佢每一個地方咧，都係有佢嘅獨特嘅形狀啦，或者好多彎彎曲曲嘅水道。咁其實咧，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佢嘅困難之處。咁但我覺得好開心可以參與喺入邊咧，就係我見到我哋自己嘅工程團隊咧，每一個人可以有一個好專業嘅意見啦，構思到佢成個嘅施工方案。而我亦都好開心咧，可以參與由 planning 啦，去到真係現場施工嘅時候咧，可以睇住我哋自己所諗嘅、所 plan 嘅，可以真係喺現場實施起到出嚟。咁其實我喺見到成個工程團隊入面嘅融洽啦，大家嘅協商啦，令到我覺得其實做工程咧唔係淨係單靠自己一個努力，而係所有人嘅一齊合作一個協作。相信大家睇完我哋一班工程師嘅介紹之後咧，都會對工程有多咗少少嘅了解。咁其實 Hong Kong IE 咧，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啦，譬如係 STEM Buddy 啦、Student Chapter 啦、YMC 等等咧，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工程係一個點樣嘅行業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嘅話咧，記住了解多啲，我哋等緊你入行㗎。